同味角会香的，然后加起来刚好是180嘛。那这一题如果是我要做验证的话，伊波拉请坐，我会这样做哦，因为不管这一些线段有没有平行，有一种角度绝对会相等，对顶角，对顶角绝对会相等，可以吗？所以这一题我会先把这个46度变到哪里去？变来这里，江玉芳可以了解吗？变过来之后，我就可以直接用什么来检查？同侧内角有没有互补？我就不需要去假设它有没有平行，吼，我可以直接检查 ，OK？ 所以当然都是一些方法给你参考。好，来，最后一个。拉屎王，如果我麦克风就会拿去厕所。拉屎王这一题是什么？就检查。我来帮拉屎讲一下。题目给你什么角？九十五。三个角度都有给你。给两个。哪两个？九五。给你九五而已。就这样。然后问你他有没有平行吗？好，那他到底有没有平行？要怎么检查？那第一个先写角一对不对？因为这里九五，这里就多少？85，有没有？这个跟刚刚的对顶角一样，这都是真理嘛？什么真理？这是一个什么角？平角，平角加起来一定是几度？180度。所以这里95，这里就会是85。然后85跟95，这两个角是内错角。拉屎完回来了，内错角如果有平行的话，应该要怎样？一样要相等嘛。那死亡换你，对呀，死亡换你的，快，我刚帮你讲了一半了，快讲完，讲完，快再重新讲一次，讲什么？帮我去拉屎，帮你讲，要换。有顺畅吗？有没有顺畅？就你从头讲啊。然后这是什么感？这是一个始终。这里是加一。180减90等于85，85减90，嗯，嘿，这个是内错角，这个是不相等，所以不平行。小M不哦，是LM。好了，谢谢大家，有没有问？没有问有没有问题？有。好，谢谢问题。